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谁的音乐？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今天我们以尖牙，以利爪，重新夺回这片本就属于蛮荒的土地。人类的声音细如蚊蝇，我的声音轰如雷霆。全军出击！这两个人里边必死一个，我告诉你们，看好了啊！尤其是这露露，耶，那旁边咋没人呢？雷霆，哎呀，旧伤愈合以后该干什么？还是个不灭剑姬。多兰顿，下波来打吧。下波学个 Q 啊，不得，下波我们学偷。哎，哎，我为什么左键点不了啊？为什么我左键点不了啊？有，这挺有意思。死，左键坏了，不能啊！一切都将崩塌。没会啊，当我的心肠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他们火焰，他们就忘记了自己血液中原本的异火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Double kill.老母巨来了，闪现咬，可以干，我马上到。你的神都是废物，泥土渴望着鲜血。这我就不去了吧，沙口不好去。风暴汇聚，托我登源。在哪里改设置啊？不知道啊，这怎么改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设置下面第二个勾关掉。这个吗？这个也没用啊，不是这个的问题。
视频吗？我将用咆哮令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界面那栏，好，等一会儿我看一眼啊。开始补兵了，那咱俩就站在这儿吧。经验你也别死。许多人都想终结我，可我是神。一个经验也不吃。打个眼儿的，如果他敢跟我们打，说明杀口来了，知道吧？曾经黑夜残酷又漫长，这狗熊打的都没气了，知道吧？我感觉给狗熊打的都没气了，这人。他吃到了一个近战兵的经验。温血人用两条腿站起来，却忘记了如何奔跑。Enemy triple kill。到六了，吃了两个小兵经验。凡人的造物必将磨灭，蛮荒永存。惊雷撼动着世界的根基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，就很奇怪这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纵声咆哮。开山裂地，甚至连抠也不抠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用鲜血浇灌。一切都将崩塌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有点意思。没明白啥意思。传送回来呀。传送回来。天空在召唤我。回家了。远处万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树木。
先来个西地海，压了半天差不多。什么差不多啊？我九级他七级，你跟我说差不多。他们已经忘记了古道啊，现在小学数学都不会吗兄弟？这个，哎呀，没咬死那小丑，咬死的话我应该是双杀了，正好 W 了一下。那正好 Q 了一下。乌云密布，你蛮荒之人的恶兆。这沙扣是 AP 的，还行。别的我都不怕，我就怕这 EZ 起来的，那 EZ 我碰不着他。看这亚索什么装备吧，装备不错，不一定能打，我就不回头了。这装备确实不错，海妖伤害挺高。回家了，战斗让血液沸腾。亚索是800块钱，哎，可以打一下。等他把风交了的。这伤害有点高啊，没大，差一点没打中。关键我装备也不好，我没吃几层塔皮儿，我也就吃了三层左右，等个冰心就好了。他们已经失去了野心，我来带领他们。只剩一匹残人断马。不贪了，回家了。来个分离者，下去看看这小黄毛能杀不？小黄毛是被谁杀了吗？赏金没了。神，我不会死。但如果战士的心中没
咱也不知道这头猪到底要干嘛，很奇怪。耶、歪了，歪的很彻底呀、泰坦还600呢，小心点沙扣过来，那沙扣那核伤还挺高。回上路守波塔、啊、算了，去下路杀一波吧，要不哎也不行，我的伤害不太够，我得回家，我得回家先更新装备，但是中路这波线又来了，吃一波线再回去吧。这是怎么勾着我的呢？啊，禁锢不让放大，我靠！他胆儿挺大，他敢直接打我这亚索。谁的心在召唤风暴？45秒大招。我是初开之雷体，我白山的毁灭者，大福卓德的镌刻者。哎呀，这红不是我的，我靠！这波团战可以打。这队友都哪去了？还、哎、有这路的怎么不给大呢？下了一波，我的血属于弗雷尔卓德的前身沃尔利加德。小龙他们要打，哎，他在他放风的时候我直接放大了，但是大没出来，好烦啊。我想用大招躲他的风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放出来，我确实是摁了。亚索伤害有点太高了，海妖呢？
Enemy double kill.给个晕还行，傻了就行。我得来一个蓝盾，要么就出个蓝盾吧，出个蓝盾减减暴击伤害，或者是白甲都可以。是谁的心在召唤风暴？我将解开弗雷尔卓德的束缚。下路那波没杀掉那亚索，有点太伤了。我要是下路那波把他杀了，不至于。鲜血浇灌，以我的风暴撼动大地，不至于这么难打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有点无敌了？大地如血，喜欢找我单挑。我迈出的每一步，狂风雨，拆他们家二塔。这小黄毛什么装备？赛瑞尔达。赛瑞尔达。不好办呢，我的鲜血与骸骨铸就我的道路，碰不到他。他是知道我在这边，中路队友打赢了挺好。你先把中塔拔了。大招有视野，他又没刮到我，他大招哪来的视野？温切尔，快站起来！忘记了如何奔跑。不打了，走吧。一会儿他到了，我跑不了了。现在找小黄毛单挑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来个板甲吧，跑得快点，省得跑得太慢了，这粘不住人。但他并未死去，我行之以咆哮，唤之以雷霆。哎呦，我喜欢单挑，来喜欢单挑。哟，喜欢单挑。又一个懦夫死了。这么喜欢单挑，我的小牙子。愈合以后，
差一点点。不过他刀跟我偷袭，你知道吗？这。真是猥琐呀，这么点血都不敢追。我听到他们在叫。哎呦，小黄毛子。千金跑啥呢？谁道他跑啥呢？咱也不知道，就那么点血有什么好跑的。这个 EZ 怎么办呢？亚索倒没什么，就是这个 EZ 呀，有点处理不了。神是不会死的，人类的声音细如蚊蝇，我的声音轰出雷霆。走吧，你们仨打不过他俩。还不信？你还要挖抓扣呗？你给我挖抓一个，我看看。算了，不推了。风暴在大地上舞蹈。我就打这个，我一瞅这个就是真的。快跑，太吓人了。你大爷的，25给我拿来。不行，我得要点魔抗。那刚才沙口打我有点痛。感觉可以跟他们稍微团一团了。杀就杀这 EZ， 漂亮，老母巨给我杀 EZ， 一他。意不到，杀口杀口杀口，推中，光荣的死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他们家泰坦怎么掉线了呢？好像可以继续推，哎，直接推了得了。
好像能拆掉啊，拆了得了啊，好像能拆着，胜之步怎么能是胜之步呢？掉线了这就没办法了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那我们还能投了呀，